了，但是我答应还有一条寿的，我先给踢下排骨吧，我这兄弟得整他啊，大成你稍等会儿，我说没事。你看我这不智商在这儿待着呢，对，我等你梅花肉呢，人家人小孩人都要了，我这没智商。你要哪个？前排不中，这有人要啊，我这给人提前排呢。哎呀，我等这半天了。你哎呀，人家在北京来的，自早等上了，姐。那我从那个美国来的。你从美国来的，你不可能到这儿啊，姐。对。还等时间呢，姐，人家这3点钟来的，真事儿，这不是说笑话呢。你那功夫走，你可排上了。排啥呀？你走一圈回来了，你这是不走也没人来也找啊。多少钱？要排五十块钱左右，要排。好，两条里脊的。那就是一小点肥的倒是。那个标打的狠，都打的狠去了。啊，标都打下去了。这个两扇前排，两条立体全合齐了啊！完了给你做，要五手，这是总共是350，351啊，350。这块都拿去得了呗，都拿人笑着，知道为啥大鱼大籽儿吧？咱这不是纯肉，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一会儿，那还等5、8分钟呢。那你这两块不要不吗？你让都拿去，我就要了。都拿去，不可能的事儿。有得等会儿啊，姐。我大哥，你弄个五花肉，弄个梅花肉。我都打一半儿了，不是瘦肉啊，85多吗？要多些？那先来这个，打的。是肉你让我找找，哎，这俩小饺子，因为你能等一会儿，你是一个有耐性的人。这回完事儿了吧？有事儿。我腰秤啊，小完了，这是五花肉，别废了，这梅花肉是吧？嗯，好，这是560，560，这350，950，对，是吧？这一碗饭就开这，是吧？啊，人家是我的粉丝，是不？我操，天天看你视频，是吧？真呀，你往那一站，多难受，小大哥，哎，这是慢着开车。你往一个标大一个标小的，要哪个姐？标小点。要标大的？标小点。那就拿大的。拿大的。嗯。拿个大的吧。那我也要了。因为啊，为啥拿大的？2:1，是吧，姐？你挣一个人要小的。梅花好，我来块梅花，行，不要五花的。哥们，一会儿我提啊。这个与你没关系，一会儿给你提就中了。排骨没有要吗？啊，这不都有的是，没有有的是排骨，没要上。啊，我要大串，不要呗。啊，中。收你吹的辫跳。这是哪儿？这叫前朝肉吗？这有没有骨啊？没骨，给你。这花肉好，都瘦的。这花是梅花吗？有梅花，梅花。你这条够花是吧？这条够不？我不要不要这个，我不要好了。看着替那个啥。那一点梅花肉。那要都是梅花肉，不值钱了。你们这不用抢了。恭喜收款60元。您这个一块儿要我拿收啊？中吧。中。啊，完了整钱。好，170。该剃五花了哈。好。大肉。单装。这个单装着。嗯。好嘞。好。来点五花那个。247块。好。着急啊！着急都给你提下来。等他做完都给你提，行吗？好，我也打点五花肉。我给你打点肥，不打肥。恭喜收款60元。是不姐？要妹的，也要点排骨。你属啥的？哎，沙比小多了。属啥的不用问了。你这闺女比我这闺女大多了。我属鼠。那我比你大多，我才属马的，这大好几岁。你属马的，大奇数。是奇数吗？给我一块呗。啊？我跟大哥大一轮的了。是不是能有我一块儿的？有，哎，我天天过120，啊，行，欠我50，欠50，给我拿，给我来一条，没有呢，你等会儿啊，给我来一条，我弄酸菜的，这些够不？够了，都多了，行，我给你送来啊，没事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大哥，我放心，我对你绝对放心，放心，好，给七十，大点，镇着大点，你也合适。看了吗？就这一点儿。赶紧给我提，那就带着吧，带着吧，那着你合适，这能。完了，你给我切整成小块的啊。行，赶紧给我提了呗。好，223块。行。
223，223。我以肉打就完了吗？223。我以肉打就完了吗？给我来50块钱的呀，别上下别拉那啥了啊！哎，别哎对。行，就是给60啊，给60吧，上回你我大可偏了，要多少你说，50块钱左右吧，给我来50元的了啊，那边别少了啊，是不是不能一着吧，对，哎明白了，姐有的是请拉走线儿，知道不，姐好，给50，没有钱咋的，三次伤害70元，这个这大哥的，大哥够不80？够了，有点多，1/3多。你炒炖真吃都好，拿着吧，太好了，这肉。不是我现吃现买啊。用不着，就是说你肉搁冷搁冰柜冻一块没事儿。来一半吧，给我来一半，太可惜了。不，走的时候再买。我上，不是你走的时候买，太可惜了。这个肉回去还得冻，费劲。你多溜你走。来一半，一半你也吃不了。对，好，要哪一半？好，哪一半？要少的，对，这边多的给你。5块了呗，20，20，18，20，35，这块60-70块钱，来一半，来一半，要瘦的，45。来几个？你都要着，你记着，我真吃啊！你都要着，我给你拿开啊！这溜炖，这溜炖，这个溜炒啊，婶儿，听着吗？这个炒好，这是连炒带炖的肉。好，婶儿，你给我80，找钱80。你搁腰牌不嫌肥呀？要不你就来个煎瓣带哥腰牌，行吗？行吗？那这肥瘦都有。20，别太肥了。前肘是中吗？大哥。对啊，对，来多少排呀？还有排骨呀？少来点，别来那么多。不好不要钱。肥呀，没有瘦腰排呀。没有瘦腰排，它也不好吃。你搁这里炖吃，非得来前面的，后面最大。前面的你稍微等一会儿。好吧，这两块肉要不要？嗯，毛不毛啊？没事，有两根毛不算毛呗。整啊整啊，搁上了。不带这个也要20，不要那就给65。三斤是这些，就这些了。一半，哪一个？没多钱，四斤肉都中，大姐也不嫌多，75。我说4斤半，大姐也不差钱儿，说啥的，说都总在边上买肉，钱不够待着都没事儿。对呀，这个多吧？到我的了，这条多吧？哎呀，有点多，那能有多少斤？就得这个，就得这134。那太多，要多少？一半，你俩一半中过去？我不要那么些，你要多少斤？我要一点就行，3斤多点。1斤多点？对，1斤多点，那我再给拿个1斤多点，那你来这一块多好了，行吗？1斤多，炖吃，炖吃就够，就这点肥的前朝肉，啊，炖吃最好了。给30吧，中了。30元。10×1是吗？行。好，姐，81块给80。80块了。那钱给了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，那给我钱，弟弟吧。这个是50的。啊？这是50的。这是50的，那就给130。要不你再邀邀。再邀啊？还让我邀啊？哎，你要邀就邀，要你不行就行。行，130。我不要脸就行。行。这个是炖吃的好肉。就这块。就那块不能炖，这块炖吃硬。一点肥的都没有，要哪儿给哪儿。对，要哪儿倒是给哪儿。你倒是不是炖吃的好肉？30，这个咱留着吧。我不要那个，这给我，这个我要那包，我要。这个咱们就切个那个我。不是，这人都要着了，都要着了。啊，我得勉强再给你切一个。啊，这个我够了姐。啊，够了够了。啊，这个天上100中吗？天上100中吗？不要这个了，行了，给我来个这样的呗。行，能舍得给人一拉不？给一袋，给一袋吧。给我，少来一点。就一小刀啊。哎，行。赶紧给我装上吧。
要我说跟你装上。别102的给105。这个我拿着，再给我添干啥呀？我再炖着吃。你再炖着吃的时候添这个吧。啊，这两个。再来没有了，那中了拿着。因为这是前炒，炖着好吃。啊，行，中不行？那这两个来了。王给这装上。好，你给50斤。完了，我就没装袋呢。我这人家你再不装，我大哥都装。50，这大姐50，喝起来。哎，大姐装这些钱来，多卖一点好了。啊，这肉特殊香，这肉啊，这肉啊，能号称就是那个黑猪肉和那野猪肉，知道吗？这跟那个性质一样。你看这家这油，这样吧，这样来一看。行，要多少啊，大哥？啊，你别嫩了，你真拉还不中。大哥，你嫩拉完，我没法卖了。对对对，来一点，来炖。别整那多，别整那多。我的意思是这头多给你拉点儿，站着拉下来，行吗？就这嘎劲儿，行吗？我今天又多了。你看，大哥，我就尽力给你拉少点儿，那个。好，65还是快。你看多。等着啊！哎，好嘞，走。我缺袋儿的，缺袋儿的来。缺袋儿的。看热闹大吧。他要这五花肉，大哥。哎。妹子要多少？少要一点。这五花肉里脊咋卖啊？啊，里脊。谁要呢？我要那个行吗？行，可以。这块多吧？太多了。一半。少一半。哥说你来这些吧。因为这把肉啊，你要这少一半的，没你这半好。啊，哥来这个。我要你要好的，这家的好的。给50。剩肉一样。30这边。30啊。30也不卖呀，不卖呀。三，别看30，新牌的。那东西35，我这换店有多要东西。别看你给30都不卖。30完底还不会卖18？卖哪去？18卖15，我都有人要着不？我要不？我要，是不是？这个吧，那重。他的，他比我还尖。哼，我有一斤。有，这不大鱼了，213的，还给人带那都让剁你们。你大哥对我，这排骨软上，没事。就干啥去了？我这有了钱，不用钱，我你肉还没腰的。你一直往上凑啊！过两天，过两天再弄。过两天给他添个微补。我顺溜的，他也不能给咱添。找我大哥解决这个。都买熟了，你生人整买都中天了，人家买顺溜的。是的，我比了半天，他不卖我。